付宝到账8000元。就这么两块小小破朱砂就要8000？破朱砂？我鞋都跑坏了3双，才找到了那么点。这种地方怎么可能会有老朱砂？要带着一双发现的眼睛。老板，这个怎么卖？最低200。20。开什么玩笑啊！20最后一次。好吧，好吧，拿走拿走。这几本怎么卖？60块钱。20。哎，这怎么能行呢？20最后一次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给你吧。现学现卖呀！10块钱5本。我进价都不止这点。不要了，太贵了，算了。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给你，给你。你们啊，真会讨价还价。真的是老朱砂？控制情绪，别太激动。50元一个。50啊？50元2个吧。您都要收摊了，就便宜点卖我们吧。行行行，哎，成色还不错呀。就当是徒弟我孝敬了您小两王他的老朱砂吧。哎，那单还没关门。哎呦，师傅，你开慢点。怎么慢？这车驮咱们两个人，一共就开30迈。哎，我允许你抱我的腰。我不要。我命令你抱我的腰，抱我的腰。我拒绝。哎呀！我还是要被你给勒死了。抓这儿不就完了吗？不用这样，不用这样。让你抓我腰两侧的衣服，你可别想歪了，更不要对我有什么非分的嫉妒呢。我没有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二舅一样的长辈。